酸甜新滋味，优酸油贵妃荔枝如意杏子和你一起期盼每一扇的精彩。好肉新春列车发车了，龙年接龙挑战，谁能福气爆棚？说出三个你的理想型男明星。啊，白敬亭、杨迪、许魏洲。为什么没有白宇？白宇是哪的？说出白宇，你刚刚那个答我不满意。白宇，好嘞。谁能够踩你最心爱的鞋？井柏然、王嘉尔、白宇。这个环节叫做白宇老师没来又想来了。新春反攻，状况百出，谁能机智化解？拒绝和情侣换座的一个场景。同志你好，那个可以跟我们换个座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男朋友太帅了，我也想跟他坐一起。你俩一辈子呢，就给我一段火车的距离。泼水挑战，互怼不停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OK OK。哇。哎，当泼到白白的时候，金晨在鼓掌，是要拿他挡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我指定行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OK。不仅不帮我挡，镜头还给我挡住，泼完以后连特写都没有。更有新春答题赛，谁才是知道答案的神秘卧底？关键词填空。白敬亭 rap。白敬亭显眼包，白敬亭是卧底啊！白敬亭，女王牌，正确，卧底，卧底，卧底，女王牌 ，Queen 卡，卧底，卧底，不是卧底，请到验证台进行验证。下周六晚8:10，带你精彩看不够。